哇，行了，没有。有没有人？没有，我是站身的。手背是？我们手背的时候，打击的时候不用，打击的时候一定要拿，我会拿。也可以架起来啦，可是也可以架啦。它掉就会往常忘记。也可以架啦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来一下，我来架一下。在转播了吗？对，有，你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是有，可是还没有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还没有画面。那个，念一下那个奥达啊，确认一下哈、哦，那个确认一下，不要搞混了，前面放四个错了啊。一棒中外影响。有。二棒捕手，捕击三棒阿谦游击。四棒阿雾右外，五棒小展三垒，六棒球哥二垒，七棒中你一垒，八棒维翔左外，九棒 DH 是我，所以我打的时候有印象准备，今天还是会甩影，好，对，然后 P 是手，一只手，好不好？摸摸交了哈，掩护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转打，好。对，有对，有对，啊，没有，是的，看着，去玩下一点，知道吗？对啊，像是这个道理是用脚，用脚，确定，好的，还是说是有跑到一样，摸一下，他下一次有穿停车啊？有，你看到，你真的看到帽子，左手右手一样吗？这样啊，跳下来，嗯，好，还有一个打跑，打跑本来是输，对啊。对啊，应该不太会下那么早。哦，手上。对。哦，摇是什么？摇大嘞，大嘞，马大，短大。短大，马大。所以没有了。现在在讲战术。好，然后我们先，好，我们先攻。Okay, 那我要准备了，大家先多打一些分数回来。哦，帮那个帮明宏哦，我们少一个火力中枢，能不能帮忙把分数打回来？二十，多打一点。好 ，OK。哎，明宏哥没有打，要不要列队？后面，等下小马来，我再让他打我的位置。不得了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多的帽子借我？还是土鸡、欸、土鸡哥他蹲下的话？多带两个礼帽。这看起来怎么那么朦胧啊？欸，没关系。画面，欸，把要用那个衣服把它清一清，用衣服镜头清一清。有没有好一点？哦，有，好，对对对 ，OK， 站站站。对啊。哎呀，你就随便擦，然后。因为太近了啦，我这样会害羞。好，准备第一棒了吧？欸你有开始吗？哎、欸，有人有喷胶吗？现在是开始的。现在是开始的吧？没有，不要，动，不要动，不要，我已经开始了。有，你看这边有在录制了。五七五八，我们已经直播了三分钟了，好棒哦！那你这个袋子不得了，人家想想我们来转播比赛。看这怎么用？这应该下雨下吗？直接用都可以了。下得完你没办法。哦呀，好像没办法拉近。你就照这个就好。来讲解一下，这样。讲解一下，对方叫启阳租车啦，然后听说今年打完会解散。可以这样讲吗？啊，如果没有怎么办？欸、人家讲的不是我讲。听说。我们好像也对过启阳租车蛮多次了哦。嗯，对啊，其实他们也算实力也都不错。中东看起来他们看起来是三垒跟二垒比较差一点。三垒跟二垒。对，三垒。这对年龄层是不是也偏大？二垒传不到，二垒传不到，一垒接球也比较差，不得了了。看来一垒外野是好像还 OK， 外野右外野好像不行。我算是一个解析啦。哎，那你让我看一下。啊？这看起来就有 key 哎，小朋友。哦，小朋友哎，哇！可是不能讲哦，他可能是二重国，他是二重。真的。这国小你看，可是他是二重国中的。二重国中可以上？可以上吗？我们等一下看他背力。我们观察到这个捕手是国中生。
哎，等一下，你照要照人哦，来，不要照。真好玩。Last door。快点来哦！我也出来。哦呀，哇塞，不得了了！从我十八岁的时候，新鲜的肩膀。哇，这 Kia 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这背力不得了哦。OK， 现在轮到是我们的一棒。大家的陈老板准备上来打击喽！不得了了，自导自演。大家可以看到有几个人在看吗？看不到，好像不知道。但还可以下那个有分数版。我儿子跟过，两次了。现在直播六分钟了。OK， 我们现在看到背号一号是我们的 Jeff 哥。他今天担任的是 DH 兼总指挥，会在场边呢进行的下塞印的动作。那现在我们要 play ball 了。哎，李科塞进了边边角角外角，外角是一颗好球，但是一好球没有坏球，我们是一棒。第二球投出，哎呀，丢了一个，打了一个啊界外球。这就是即将解散的。有补充的吗？有，我们在赛前就补充了。哎，现在丢出第三球，打不碰到了，现在是丢到二垒，丢进场先。哇，这是非常稳的，这抓了一个刺杀出局。但是丢，我不要，好湿。对，现在是一人出局，打击的是轮到我们二棒土鸡。接球投出，砰的一声，哇！看来是抓到了一个。哎，这个球呢，进垒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下坠的幅度，所以呢，就是会让棒子呢打到球的上缘。哇！这时候塞了一个好球进来，一好两坏。哎，场上呢现在是没有人在垒包上面。认识的，哎呀，拿球，这颗下坠的幅度比较大了一点，说不定是什么变化球。现在球速累计是一好三坏，投手把球投出，哇，丢了一个保送，啊然后投手丢出一个保送之后，我们现在是一人出局一垒有人，棒次轮到的是三棒，有了一个在内角的好球，一球先进行观察。明宏赞助分享，请大家，耶，大家努力多打分。哎呦，说。球速稍微有比较出来了一点，但这颗球偏高，是一个坏球，球速来到了一好一坏。垒上跑者依旧是没有任何动作。哎，好，各位，是我哦，我回来了。抱歉哦，刚刚，哦，这球打游击方向，哇，游击手接到传二垒奥斗，再传一垒啊，
一垒是谁啊？差一点双杀。哎 ，nice batting 啊！但是位置稍微正向游击了啦。两人出局，一垒有人。我刚刚第一球、哦，我觉得很外角，但是朱生捡。然后第二球内角我挥了，就打界外。第三球有点外角，有一点点不得不出棒，所以我 out 了。换个角度。哦，一垒 safe， 一垒 safe， 算是一个小失误啦。三四五，现在第五棒，第五棒两人出局，一三垒有人，两人出局，一三有人。好，一个补益，补益三垒这一分，回来。然后呢，跑者趁势上三垒。这球捕手漏掉了，有点懊恼。好，目前1-0。明天都挡好啊！你看有人，有人要挡下来了。所以现在是两人出局，三垒有人。好球。好，打出去了，中间方向游击手接到，传一垒 out， 好，一局上结束。准备守备，谁没有上场？等一下，守备，我守中外野。目前1-0。Jeff， 帮我拿一下好不好？看你要架起来还是怎么样？那这我跟你讲，他这可以调。需要照全场的哈。跟着球跑吗？就别急，
今天怎么没下？嗯，你今天哪无？人有够啊，人有够。变得忝，来肾轻松啦。新闻起的，我来我跑 DH 了。好，哎，他变早。还好啦。少年，莫怕伤远呢。水好难看啊，快干了，快干点了，哇好干啊，好干的老爷啊，哎、欸，到了，你等一下上啊！我帮大家加油，就很快乐。要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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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慢慢热哦。炸炸炸炸！啊，全部有。是哦，明宏，滑球并亮球啊！在测声卡，那是声卡吗？一个球是滑球，那我不知道，好几颗是声卡。OK OK， 我换谁打？刚打主机，双杀不成，球哥吗？刚刚打到谁？来，这是第二局啊！目前第二局。这边有一位队友、哦、
球队的大棒子。对，大棒子，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大棒子。怎么了 ？OK， 好。刚睡起来。OK， 好。会不会被黄标啊？有，不会。哎，现在第几棒？第七棒，七八九。刚刚投手三上三下。现在来到的是二局上半哈，二局上。刚那球打的不错，对，我觉得很准，正向游击。没有，还没吹呢。你输了。他打三局啊，就开始。那个，我们礼拜，哎，这礼拜。礼拜几的？我们礼拜五上进的案子。嗯。七八九。我打八。对吧？七八。不对，六七八。六七八。哦 ，nice body。安打了，安打了。nice 嘞！好久没安打了。OK。哇，抓第一球打安打。三个月没安打了，看三垒，看三垒，看三垒。好，现在第八，我叫你八，六七，现在七 ，Jeff， 差不多了，他第八 ，OK。其实我觉得摄影师也蛮辛苦的，我也要捕捉最好的视角给大家。现在没有人出局，一垒有人。好，打出去，穿出去了，安打 ，Let's body， 没有人出局，一二有人了，好，那会轮到我了，好，没人出局，一二有人，小马，好了没？小马你好了没？你边拿边热，好不好？边拿边热，然后嘴巴热一下，好，交给你，那个。Jeff 第九是不是 ？Jeff， 哦，这要怎么记好球数啊？第九棒啊，换你了。这个要怎么记？都没有。哪一个？这要怎么用？我跟你讲啊，局数就点一下。局数，就像他们现在是我们进攻嘛，对，一分两分，然后换局的时候，他会换局之后有没有？然后按这个加，然后呢这边按 No， 他就会直接。奥斗嘞，奥斗不用，真没奥斗。OK。我都没有，我跟你讲认真的，我就没。好，这个角度看起来不太行，那我就过去那一边，帮你后方。我要戴安全帽了，我早上来没有戴啊。好，这个好球偏高，他们刚刚站哪里啊？刚这样站是不是？你用这样你会。要小心，好。那你没有陪到我。哇，欧巴。这个 point。小心一点啊，我又不然他那，看他那火药。OK。加一分。
直播，我就把它放着。哇哇！被接到了，哇！这个打得漂亮，接得也漂亮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。没打好，哇塞，这样也可以，好。你那个看到？看不到。哎，算直鸟。对。他还有在算分数。分数啊？嘿。讲不出来哦，因为你在那个，来我来我在专心。OK， 好，你去热身。热身。现在是三嘛，对。哦 ，change。看我刚打了一球，刚打了一球，要给你，边打边热啊。怎么热？那你给 Jeff， 给 Jeff。我要按下一局吗？换按启阳。对，启阳得分。好。这么紧。对。输分怎么输？怎么输分？因为胜利方程式就是我不要上。往前啊。没有啊，这局得四分吗？三分吧。得三分，前一局四分。对啊。不是啦。欧巴。第一局一分啦。第二局应该三分了、啊。一第一局，第一局第二局啊，不是吗？这总得分不是吗？这样子。对啦，总得分是啊。不然你的一是什么？不知道一是什么。第一局的一分呢、啊？哦，对，局哦，对，好跑啊，对，那三，对对对 ，OK。为什么意思？结束了，上局结束了，是哦，对，应该是了，我在猜啊。我来电影试运镜。所以他瞬间应该会觉得会离他蛮远。我应该是按那个二游两个，那球你接不到，下直接投。你要冲，你不要想，太早放掉了。我们都没有买，爱投你都放了。
哇哎呀哎呀哎呀哎是。没有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要丢就丢，因为那个是看你们顶，你们叫谁来？我们看一下土鸡尴尬的表情。跑者上了二垒。慢慢进去。跑者慢慢回去，手背慢慢回去。来看，来看，来看。干干嘛？他也不一定要要求到多大，有时候根本都不用比，只是在垒包上轻松的接就好，因为都来得及，不要去改变这种。哇！都变化球。直插球吗？对，曲球。曲球就不够曲了，滑球用球，曲球速度。完了完了完了！这没有中吗？你这样跟风啊，这样中。随便你选一个。哇，你每次拿那个中。耶、yeah。这是小朋友在玩是不是？三十二寸是不是啊？这真的三十二寸啊。真的啦。啊，完再出来，再出来啊。哦，有点低哦。那隔蛋隔笑脸了。没有啊。隔蛋。没有啦，我们才过两个小时而已。过两个。哇！哎呀！我靠！哇！哎，第二个好球有点低。对啊，他这个外角是 OK 啦，这个很极限的、啊。我看我想要伸出去，真是量一下，哦，这样子跌倒。太轻了，离大一点啊！小朋友在玩，很快擦碰球。我怕、啊。这个好便宜。
走走走，等起来，不错，怎么你都回来？没有断吧？对，应该声音听起来都切，快快快快快断快断感觉。要说金龙第几棒？金龙第没有，这个声音断了。不要不要，没有抓好，切到，排名都 OK 了，切到可以。点了，一样哦，一样哦。听到的时候才跑一半呢，进来就带翻译机啦。累了，跑好慢哦。听起来，所有人都看到三垒，就只有我也没看到。我也知道这是绰绰有余了。要打快速的平飞球才有啊，他这明明就袅袅安。来算了、哦，你我看你在多顶呢，谁来谁去？先戴个内帽，要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头比较小嘛，啊，我的鸟头比他还大，不要收音啊！啊，收到，来不及了，全国观众都听到了，总共5万多位，哇哇哇，奥马奥马奥马，奥马，我靠，阿布连二拉二哦。来吃哦！球棒，球棒，又失误了。拿五勾满 ，OK 了，背出底啊 ，OK 了，乱打了，那是失误。我们都严格，这么严格，哎，对小朋友，你们欺负弱小啊，你们，哎，叫什么？丢啊！你叫做霸凌好吗？霸凌，国三二重，三当。过，哪一个全队出来没有打得过他们？国三的熊丢，出来用霸杀一熊啊！是九位嘛？高一，已经像不会摇，跟他摇头娃娃嘞。我抖啊，谢谢啊。不要讲，赶快准备下一棒啊！对啊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要打九点，打太快啊！这样才能打七局啊，是吧？来，二多一点，好，安仁。都在看他那边。你刚是不是夹在手掌上？对啊。我想说球怎么掉下来了？没意义的球，没意义。我知道按 yes 还是 no。你差不多要上了。啊？你差不多要上。哎，4-2，4-2。啊，回来长进。刚刚一个什么安打保送，然后保送安打，追成2分，现在4-2，三局上。轮到第四棒，你说他们打的是国中生啊？刚刚那个，是啊，对啊，二重国中，二重的，肩颈，看不大只的捕手吗？没有，哎，对，捕手，对，捕手，就这个，捕手啊，手内有，因为重视那，会不会？因为如果你重视到你会比较顺，但是人家当投手的时候练啊练。他可以很差，要到了。你说那个是二重的捕手吗？哦，是啊。是捕手吗？暂停，球往后跑。对了。哦，我那两年没看。好帅啊！
刚刚提出两分安打的是这个捕手22号，哦，两分打点，然后现在是三局上，哦，三局上半，现在是第四棒的打击。哎呦啊，丢人啊！有没有怎样？明天买护具哦。哇，第一球触身，投手可能体力下滑。没有人出局，一垒有人。现在轮到第五棒，00动控控控控。好，好者到垒喽，传传 ，OK OK OK， 滑出去，球没到，轮到中外野。盗垒成功，有个打点的机会哈。坏球。坏球，有了，哇，这球角度不错，左外方向掉下来，左外手前掉下来，二垒的跑者闯本垒 ，OK， 打穿二垒 out， 哇，这球趁船要上。打者上二垒，结果被捕手杀掉。这捕手看起来就知道，对，应该是年轻阿迪亚国中生、国道生，所以传球有一定的水准哈。好，所以目前我们再加一分，现在来到是5-2。5-2垒上没有人，弯奥的。哦，啊，挥棒。内角，坏球。啊，有点下坠的外角，主身捡，两好两坏。打出去，游击方向。哎，哎，这球胜，哇，游击。放球了，就一垒手接到，被撞掉 ，safe。这个要怎么算呢？这个算有点算失误吧，一垒手失误了。打者上一垒，第七棒。第七棒的打击，左打，三号。有哇，这球推向左外边左半边，但是左外，哎呀，正向他接杀，哎，那什么的，哇，左外手直接接杀，还拖奥斗，那个 Jeff， 你要换吗？还是你要打？小马，小马，准备好了没？现在是第八棒，
夜有跑者，两人出局。夜上的跑者速度不快，没有下战术。跑一下，跑一下，动一下，打出去，哎，有点鸟，但是二垒手后退接杀 ，change。手背，小马，麻烦一下，麻烦。哎，对啊。还有介绍的哦。这副雷。哦。你想让你来呀？你想让你来呀？有机会啊，你有聪明啊，不但你没有聪明，就他在你前面一次都落。对啊，很有机会。啊，那有机会，那有机会，那有机会，那第一时间跑两步就有机会啊，去打一打，打完。而且你会看他出来很低，大家想说，你家只三内野。哎，换你啊，林俊成。就跟你们打一次啊！不要，那我去热身，那我去热身。好。
我知道，他妈的，我太用力了。你说你太用力了。你要吃吗？干嘛吃啊？这个没钱，抓一抓便宜。放下我打钱。你万磁王，你唔知啊？你万磁王。那先下来打，有机会我再抽一头。好，你现在打，放轮到你了。稍微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你先打，不要 DH。你说还没给我打嘞？没有，你跑。我带他玩，那个，我也想要热身哦。不上来，对不对？我想，好，下一局上喽。DH 取消，没有了 ，DH 取消，半米红打不到。我要电影式运镜，运镜我，我喷到我眼睛，看。得了了，喷胶啊，粘住了。哎呀，为什么人家在喷的时候，你要眼睛要靠着过去？学长都习惯喷人家脸上。颜色。学长真的喷到眼睛了，学长。好，好，给我。下一把。这样子。哎，啊，九一拉进拍了。你要到后面。好了，你要到他的后面那个箱里头。哎，他打你们的吗？哎，对。为什么红？没有，这一只稍微有一点点红，没有到很红，那就好。你回去可以看直播，你就知道眼睛有没有红。耶，又来转播喽，不得了了，哎，轮到是刚刚的投手，哇呀，哎呀，错不错。现在呢是四局上半，我们火力希望的进攻，那轮到打者是九棒的明宏哥，这是可卡布，那么 slide 掉进了好球带，不错 ，one ball two strike， 两好球一坏球的局面哦。这是
是一颗外角偏低的这个变化球啊，形成一个挖地瓜。现在是两好两坏 ，Nodo 脸上没有跑者。投出，不得了了！哎呀，可惜这一颗球偏高，在界外区遭到了接杀，这个形成了一人出局、没有人上垒的局面。这披甲也不算是三振型的投手，基本上就是让球打出来，然后呢，再由守备队员进行出局的处理。现在轮到是我们一棒，大家期盼已久的这个陈老板，一球投出，短棒摆出来，点到三垒边线，非常可惜，哇，是一个出界了，因此形成了一好球，没有坏球，球点的其实是蛮精锐的，沿着这个边线，非常可惜的是最后还是滚出了界外。看到非常台日友好的画面啊。现在是要球，没有害球。一人出局，垒上没有跑垒。有球投出，这颗也是一颗进到本垒的时候下坠的 slide。陈老板没有出棒，这球是掉进了好球带，两好球，没有坏球。投出，这球选得非常的漂亮啊，也是形成了两好一坏。在一人出局的这个局面呢，陈老板会选择用什么样的策略来进行这个攻击啊？其实非常的期待。两好球基本上是没有退路，捕手只是站到了外角。哎呦，稍微有个 check swing 的一个动作。很可惜的是，这球是跑到了外角的坏球，还是两好两坏。看来这球要对决了，挥击出去，可惜这球又带高了，在中外野方向有几手。进行接杀，现在是两出局。现在轮到是二棒，我们今天的恰姐，好久不见的主机哥，刚刚还偷偷瞄了一下镜头，得了，不得了，这下不得了。看完镜头的主机哥是否打击能力会增强呢？我们先继续看下去。现在是两人出局，垒上没有跑者。前面两棒呢都是打出了高飞球，一个在中外野，一个在界外区，到了接杀，这球击出也是打高了，不过有没有机会？没有机会，非常的可惜，结束了这个半局，可怜。哇，我买球去哦。眼睛好了吗？好了，太棒了。好了，有机会中球星的球，每一球都蛮有机会。然后，我不行啊。我好累，我每天都不行。太扯了。那么快就要下来了，我可以下。
那你把它稳到哪里啊？不想稳的话就看你看你等。来。不是啊，你这样丢也太歪了吧？谢喽。没有，先录影。但我觉得我会被法路破打到。啊，这个要怎么看得到？啊，这个要去你们官网看。这个等下要问那个中外野手，要问他，看他在哪边弄。哎呀，你怎么没上去？我今天，我昨天四点多才到台北，没什么睡。那你还在干嘛？热摄影。来录影。你工作啊？才投三球而已，投手教练就看不下去了。才投四球而已，教练就看不下去了。再低一点点哈。你是不是下来没管吗？我觉得有这么大。我把人头上去大。快点啊！没了没了。对了对。就是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过来。那、啊、我们先把头看来，左岸摇。对。他不是粤语的吗？还有可以。那色人，抢人家这么多位置。加油！哪里？发手。接受传打，蛙跳回来。哎、欸，三班加油！小峰，来来。没有牺牲处理，这样子。没来抢，来抢，来抢！这要是我就掉分了啦，土鸡！这要是我就掉分了。棒球，是吗？
哎呀！哎呀！我今天跑得太悠闲了吧？来去啊，来去啊，来去啊，来去啊！为什么接的那么陡啊？前进天才。这个要下一局吗？要，给我。累积到这边。OK， 一五比三，五比三。哎，兄弟，我捡到钱了，兄弟。五比三。兄弟，有钱可以捡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。刚上个半局掉一分，就是。短打，短打吗？对，短打，对，然后短打传一垒，结果三垒跑者跑回来，现在五比三。那现在轮到我们的三四五棒。这个位置错。第三棒。好，换投手喽，换左投，978号，978，就几百。左投，他以前这个投手是留的很长的头发。哦，这球不，有变化球。好，进来打方向，投手拦下来，捡到球，传一垒 ，out， 打到投手。
我刚刚有点忘了。哎，现在应该是第五局才对。哦，这又打到右外野方向，接到了吗？没有接到，没有接到，没有接到，安打，差一点点。现在应该是五局了，现在是第五局了。对，现在是第五局。1310，哦，抱歉。分数一样啦，但是应该是1310，然后0201、0201啦。三局下启阳做这没有得分，应该是0201，但是现在是五局上了。没有人，一人出局，一垒有人发走。好，脚程，脚程。现在第五棒打击啊。好、哦，跑了吗？好，捕手传出去。啊，垒包上没有人接。啊，这个传的不错啊，但垒包上没人。二游没人接球。好，所以变成一人出局，二垒有人。打平的，打平的。有一点外角高捡的好球，哦，又捡了。拖小不要讲了，两好球一坏球。哦、这时候跑三垒，跑三垒，捕手传过来 ，say， 哦，到三垒成功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棒子握短一点，往地上打就有打点哦。确实，确实，对，确实。没有人出局哦，哎，一人出局，三垒有跑者哦，一个基本款，基本款。第五棒打击，哎呦，这球哇，想吹，结果呢？这倒三垒其实是大胆哦，而且捕手背力其实不错，但是跑者速度是 OK 的啦。好、哦，那这一分一定要进来。有啊 ，chance to win。进来会半落空，三振，他在第一次三振哦。来，两人出局哦，三垒跑者。推了，但是偏高。突破。好，好球进来。哦，偏低偏低，一好球，三坏球。主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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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球！我手抓好球，量好满了，量好三块哦。今晚杀不？我是来加油。看，老师嘞，后面哦。干完啦，对你加油。OK，OK。啊，出生捡了好球，三振。好，现在五局下。小马，麻烦一下。我来。没有得分，现在是，你没有上、啊。为什么你不上了、啊？你没有。哦，干。没礼貌，干刀爷。对。刀爷，没礼貌。干的。哦，干。差两分而已，先上啊！哎、欸，没差了。现在如果有状况，我可以让小马上去啊。是啊，冲你头啊！你可以走，秀德，阿哥，要不要？没差了，靠！秀德今天一颗都没有，你谁？虽然秀德今天一颗没有。小马昨天飙夜车，我让他休息一下。下个打席，你接明宏或是维翔的。维宏，明宏跟维翔都差一棒而已啊，没差。没问题。打很快呢，对啊，我们今天是目标七局啊，目标七局啊。虽然讲我有失误啦，你有失误，我刚才才讲的啊。我接袂住。谢谢啦，好看无？我是惊你唔打起你。袂看无啦，是讲那个反应不上了哈、喔。球感比较没那么好。他只剩打击而已。你他卡秀嘛，对不？有啊，左外野啊，掉分了嘛！哎呦，这好朋友啊，这有朋友在不？这一颗、我们家有蛮多年轻人，也还好。真的哦，有啊。我先把翟公哦，翟公有点像洪正明的那个，洪正明的那个心情。本来左外野，那个过来右外野，过来花子朵，花子朵那就直接打击，都不一样。你一定还没卡，你一定还没卡，对吧？看袂到，来讲。好球太大。那第一轮就输在我来，第二轮他早点上来，干嘛都直球？你看我现在比下来就足了。哎，我喜欢，你喜欢？看那滑球，你嘛，你摊打了好几次啊？因为我知道滑球啊，我一定要把它用掉啊。因为我知道滑球，我把它用掉啊，我要盯那直球，他妈的，他妈的，差一点。他怎么投资就给你了？你怎么？背定有背的。连续三颗，放。对啊，那是鬼，就是大嫂，还卖公大嫂的哦。因为我在盯直球，花球我知道，可是这样花球掌握哦，没办法那么准，没办法那么准啊，可以破坏，没办法那么啊，那咱俩都招来队里面，不要讲啊。不过迄生球的，都没赢有东西啊。我都讲系将军啊，我讲你啊，你直球为主，你改差不多。一礼拜六，一定拍呀！你上高，上高拍呀！系啊，礼拜一就拍。你啊，因为拢知啊，你按卡牌知，卡牌代表很明显的那个，它会很明显的落差，就看我转卡牌。对啊，啊，刚刚那个不是，刚那个是直指的变。然后看一下就好了。还是讲这排，我讲无啦，无我讲加开去。肯定加袂使啦。啊，教做那啥你拍者？玉里高中呢？玉里木棒啊，你买阿爷，那你看不起玉里呢？玉里是不是那个张志强在带的？没有，现在是那个谁啊？吴家龙。哦，吴家龙、黄俊清都是同一师的。嗯。哎呦，
自动回球系统。你妈，这么爱不用哦，少年啊，给吹的，你啊，国三高一的，高中啊，六强啊，你知影六强啊，正经的，不是你国三的成绩啊，你高中甲袂走别个。你高中也无成绩，你走别队去。没有啊，今天今年倒了，不打了，没关系，真的啦，恁啦。休困一阵嘛，佫做佫即过来啦。休息以后就不会了。休息就睡。啊，被骗到。我打的是好球。我嘛是停半当年的。你若休息，你就拖袂动。我打的是好球。其实没这么难的、没这么难。我知影恁的意思。我知影意思。我嘛是停半当，无怕。不要靠等来。累，你无看板凳无半个，拢起来，拢也是无爱坐。不知道为什么会，啊那个越打越少，跑好像无跑。伊讲啥？谢谢啊！伊去台中做生意，他们外行的谢老师呢，找谢老师。看，哎呀，有事情找谢老师。啊，太助力了！我到处播爽，你莫看得起。哎，别紧张啊，别死！搁上温，可能就过啊。还好啦，我们还差。对啊，差两分尔呢。你下来，我有点恐怖诶。还可以。今晚玩哪图啊？玩到你啊。可惜了，传的准，不过吼还不够快，到投手了嘞，对不对？我打出，他脚大了。你的过去怎么？啊？过去怎么？我知啊，我知啊，少年啊。对啊，二中的啊。差。但是你打出卡又爱管，你再调不掉啊。伊嘛是卡又爱管，你不管。其实他都还可以抓得到，但是卡又爱管。业余运动弄走袂去，就是讲像咱遐是喏，迄款咯。你袂歹啊，迄嘛是小可有去，嘛是走去呢。三十栋、四十栋，没有啦，四十栋嘛吼。五十岁，看你五十啊？他大我五岁，靠背，这样我四十五，他五十，他五十。看你这么臭，啊你较臭咯。妈的，够了！你这样居然敢讲要退休？人家要到嘞，照到呢。不想打，累的，真的累。我讲有听的，他差我五岁啊。没有在听啊。好像可以。真的是哦，打不动了。不，要紧，怕你若讲打不动没关系。那个付得出五万就好。对不对？我讲有理无？讲这拍拳就啊，一张两千五，够贵个。哎呀，这张啊，够有济嘛？我冇。一张两千块，甲坐张少张哪有差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后面后面。给人个拍了少，唔够一张两千。对啊。很奇怪吼。不，你讲，我讲拍较少无要紧。加报两个联盟就好啊，超级就好啊，你爱拍就加报几个啊。我就无人个，你有看伊也唔累啦。啊，伊也唔累。对啊，安尼讲，安尼加人就安尼松散，就刚刚好啊，莫伤密集啊。伊也唔累，我拍袂。你不爱来，就找一个机会，我嘛是啊，找一个机会伫只拉赛一下啊，对不？大家来球场开讲，即摆有讲上拉赛呢。剩一支嘴就对，剩啥物也袂了。你也堪要拉，啊，阮来拉赛。高赛你不爱换赛哦？干牛够好，我只讲。干牛今日又来。哎，今麦养出去了呀？
波尼下一局哈。找时间就热身了，波尼还是要打，就还要热身一下。还要先打。那今天左边都没球呢，头太好了。七八九，七八九吧，七八九，来比来比。那是第六局、五局、五局，双方都有站上三垒，但是都没有得分。我想要出去跟你合作。这个主外野行道在外野这边一直做投球动作拉掉哇！这个主外野好行啊！六局上半，今天左外野应该不会有球啊！我不小心把手机当成电话墙。你今天左外野一颗球都没有？有几没有啊？有，一球呢？没人呢？你怎么你手受伤？想要休息啊？现在七八九，如果没人的话是还可以啊。所以我就好了，没关系。你要换吗？你要换？没有人可以换，换什么？哦，小马。小马打那个明红打谁啊？啊，明红打。明红不打。他不打。今天有打一次，没有。现在我呢？对。我留在场上是怕说还需要他回来。嗯，现在六局上半，六局上半目前是分数没变了。五比三啊，没变。对啊，我知道跟上一局没一样。好，像我们这种是打两个小时的了，所以时间到了。timing 算一下 ，timing 算一下。这个是七八九，七八九，第九棒是谁？第七棒哈，左打三号，人称正大 Tony。你等有人上垒再去啦。有人上垒，再到三垒那个。好，打出去了。正向二垒手，传二垒，传一垒二斗，第七棒二斗，第八。放大一下，我七八九。正好去热身。我刚没跟你讲啊，我刚没跟你讲，拍子拍子拍子，就打明红的。哎，帮打，帮打。拍子，小邓。拍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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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忘了跟你讲。等会，我记得我有跟你讲啊。说打明。传都传没打。哎，不要了，那边最饱了，想要打。慢慢选啊，不急。换Tony，出二啦！Tony加油，守住哦！
啊，慢一点啊 ，Tony 还没热身完呢。我希望他会上来。80万了，80万了，对，我想你帮我拿好不好？我想你帮我拿，我去三楼，我来。投的不错，而且是坏球。那小马会不会死在垒包上呢？有可能，但我都不太想投。蠢蠢欲动。暴露，两坏球。球质不错，他要吹的时候蛮快的，但他常常放力，然后又就是没有控球很准的感觉，就很他想怎么投就怎么投，对对对，这就吹了，对，他是九七八，对呀，九七八呀，都写在上面了。他的脸跟那个背包，好像是一样的感觉。看一下他的脸。精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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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结婚了吗？刚结婚是对。你很高，高我吃。今天吗？我那钱刚完，我过分了。这个两元吗？又加款，一两元。我加款，一两元。都什么分了？就。
都担心。热底有，热卖，还有你是？你提啦，得来去帮帮买粉啦。热卖。你嘛去过到山顶，哎呦，嘿，啊，然后到山卡，山卡采叶蛋，你话啊，山啊采叶蛋那个，你沿路收，哎，沿路收嘿，啊，你咧骑到袂困，嘿嘿嘿嘿，啊，去会经过啊，边个公路会经过啊，啊，转来要转来啊，路采叶蛋买去，嘿，看，对不？啊，转也无赶时间啊，两粒啊，啊，唔，我拢赶暗时转来。不是，北二路，我做做咩工程师，我一定爱到。哎，你把车开开了。
我要去花莲佚佗。抓团咯。啊？抓团咯。不是团，佮另外一个三类的，跟三类的去佚佗。抓紧啦！你这哪啊边个最痛啊？啊？这个分数啊，你这是咧直播呀？伊是迄落休，中外爷 YouTube 呢？你怎啊讲话拢会听过？听讲都听过，哎，过来万人。我唔知。提醒侬，做 YouTube 嘛，要基本的播报时数。哎，啊，两点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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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就用。哦，有差几多哟？这兼差嘛，假日兼差。呜呼！这个来干嘛修的？啊，对，我刚刚讲，哎，订阅率，哎，订阅率还有广告，啊，有，还有按赞，那个按赞嘛有啊。保险，保险，保险！快快快快快，还有一局，还有一局。上面一天，上面一天啊！打满七局了。好，高赛欢迎。没有人家上去了。跳舞嘞，还知道？知道了，肚子饿了。像吗？像吗？没什么球。担任一下，小超应该不会。主办方没什么球。对啊，打不到，我们投手太强了。打到七局。对啊，打到七局了。两小时。给启阳一个。看一下，现在六，七局是。哇。我们打满了，你喝我的水啊，你喝水是不是？所以刚刚是二嘛，现在是七，第七局，哇，现在打到第七局了，七比三，七比三啊，对，七比三，那有四分可以给我花哎，七比三哦，有四分可以给我花，我们七局要守完喽，因为他们是我们是先攻，他们是后攻，所以对。第几棒啊？第四棒开始，四五六。打到我，打到我，再打一次。拜托。对换头手了，七局这样子，七局上，第四棒开始。哎呦！应该是游击手，对，游击手，这是原来的游击手。好，球进来，接外。这球可能是偏内角，但是高度是蛮漂亮，这是变化球。
主审没钱。好，直球进来打三垒方向啊！三垒手没捞到，那应该是 save 了。哦，三垒边线了、啊，这球就算接到那个贝利亚很强。好，第四棒上垒，现在第五棒。到垒了，捕手传过去 ，C， 跑者先到。好、哦，这又挡得漂亮。没有人出局哦，二垒有跑者。衣服在里面。我以为那是那个结束。好球进来，哇，这球打到中间方向。哇，中外手接杀。一人出局哦，一人出局，二垒有跑者。现在是差。差四分了，好球，稍微低低的过来，举手。哎呦，变化球。偏低，选掉。偏低。水爆哦，水爆弯甩，一好三坏。有这球位置不错啊，但是球不够快，有手接到传一垒 ，out。其实位置不错，但是不够强劲，稍微再偏左一点。two out。差一点点，好，这球打出去界内哦，投手接到陈一磊，好的，两出局，两下三垒残垒，最后半局守住，哦，他打满七局。最后半局哦，最后半局 ，Jeff， 麻烦一下，来，最后半局 ，OK。
来停！Game set 不用列队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哎呀，下一期看不到你们了，真是的。下一期看不到你们了。为什么？你们不是不打了？
了。哦，下一届。哎呀，下一季看不到你们了。是。哎哎，可能会打、哦。哎，对啊，应该打了，只有他说不打而已。没有，他不打是正常的、啊。他不打正常的哦，怎么样、哦？再打，再打啦！战龙，好样的！好样！好样的！好样的！玩得开心的啊、哦！七局打好打满，真的七局打好打满。四连胜，四连胜，对啊，耶、yeah, ，获胜获胜。打了一百分钟，最后是，五六七七比三获胜，哎、欸，七比三，对，差四分。OK，、欸、不对，好，我们做一下，我们做一下赛后访问哈，赛后访问。来自先发投手，先发投手你好，对你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嗯，还可以啦。OK 啊，还好，很好，对。来，再来。这是我们的游击手，今天只有接一颗球，对你的表现怎么样？我刚刚觉得第一棒啊，打一个右外方向安打，那一颗是全场最漂亮的。哦，关第一棒什么事情？我很欣赏他。欸、真的、哦？对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又趁机，哎、欸，应该是二垒安打，趁机跑到二垒。哦，对，哇，真的很厉害。谢谢谢谢。这球是今天精华。谢谢谢谢。他一定要打，谁会打电动？哇，谢谢谢谢。来，这是我们的三垒手第五棒，来，请发表一下今天的比赛感言。没有。啊？没有。没有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要继续努力哦。陈派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拿过去。来，哎、欸，这个是今天我们的精神领，哎、欸，精神领袖，没有，不是领袖，我是吉祥物，常进人，吉祥物，吉祥物，来，请发表一下今天的比赛感言。啦，我觉得啊，哎、欸、，OK， 其实你今天是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表现，对，對但是你还是发表一下。我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，OK。不过今天呢，就是很开心可以赢球，是对，然后。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那个十三号选手表现非常的好、哦，是这样子，好，谢谢，打的真的很漂亮啊，哇，谢谢谢谢，对，他回来又讲说，我刚刚给右外野手一个震撼教育啊，你一定要爆料吗？砰一下在他眼前有没有？欸、其实是因为那个他是，哎、欸，好像大家其实没有要听，好来。访问一下今天的第三，哎、欸，没有公家的，请问一下今天第三任投手再、欸，最后再见三振，来发表一下今天的感言。我也蛮意外，今天丢关门成功，就是我丢成这样是好还是不好？就是还算可以，还算 OK 是不是？好 OK， 勉勉强强，好 OK。这样害怕到底？这该不会是阿武的老虎头吧？来，我们访问一下哈，来先从右外开始。上一场就有了。来右外手哈、哦，那个来，哎、欸，九八号八号选手。发表一下今天比赛感言。很开心可以赢球，是，然后大家都打得很好，是，尤其是陈老板，是那个右外野那个那球，哦哇，阿达里，可是可惜被截杀了。哦，对，右外野那球蛮远的，对。哎、欸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功臣啊，捕手了，来，哎、欸，三十一号，哎、欸、是鸡哥，请发表一下今天的想法。今天哦、喔，对，我觉得大家表现很好、喔，是，然后投手表现很稳定、啊，投手，我们今天投手都还不错啊、喔。对啊，主要是因为投捕手啦，捕手配得好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以这么说了。OK， 那你今天的策略是什么？你是以直球居多还是变化球居多？以投手当天的状况。那你觉得这三个投手哪个状况比较好？大家都一样，都不错就对了。對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谢谢哈、喔。那我们还有谁没访问的？还有我们二垒手跟中继投手。哎，这是我们二垒手，来，哎，大的，请发表一下今天的感言。今天，对，是个雨天。今天有安打，击出三个月来的首安，对 对有什么想法呢？投手球还是慢一点的。啊，所以什么意思？慢一点的球。哦、OK， 了解。来，最后一位哈，这位是我们的中继投手，非常辛苦了哈，维持住胜利，来。哎、欸，请发表一下今天的中继感言。哎，还可以再加强。还可以哪里加强？那个续航力的方面、啊。哦，所以你没有续航力，对吧？那你下次要开金币人，知道吗 ？OK， 好。谢谢。我们今天获胜了哈、哦，我们打四场，目前是三胜一和，三胜一和哈、哦。下一场比赛应该是十二月初吧，还是十二月中？不知道十二号还是几号？好像是对到日式威廉，十月五号吧，日式威廉。好，就是现在，等一下出赛这一场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